恐怖再现。其实就咁嘅，咁话说琴日咧，我就同我一个朋友，夜晚十一点零咧，就揸车去大埔嘅沙罗洞入边就影萤火虫嘅。嗯，咁咧，然之后其实。一入去开始啦，咁其实因为佢要上山噶嘛，跟住再落山，咁上山嗰段路一入去咧，我喂，你个电话收得唔系好清楚喎，真系。而家听唔到。喂，系。好啲啦，好啲啦。系。哇哇哇！听唔到，听唔到，听唔到。喂。听唔到。好，你唔好喐喎，你企定一个位置好嘛 ？OK。Okay。OK， 好，咁咧，然之后咁因为沿途咧咁样嘅，咁同埋条路就好窄，咁我揸车入去啦。咁然之后我就觉得好恐怖，咁所以我就用电话拍片嘅，电影住车头嗰条路啦。咁因为沿路冇街灯就好黑嘅，咁就得车头灯。系。咁上山咧，咁左手边咧就一路都就有经过一架车嘅。咁隔就隔新净啲，咁我哋就冇位，咁就冇人，咁就应该系啲村。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咁就沿住山路經過第一架車就冇問題啦。咁、然之後去到第二架車嗰陣時咧，咁我就一路都沿途拍緊片嘅。咁、然之後咧，我就見到，即係我哋三個都見到第二架車咧，其實係一架肯定係荒廢咗嘅車，即係佢係又鋪曬塵，有好多樹葉咁樣嘅車嚟嘅。咁然之後咧，咁我都冇懷疑，因為已經經過咗啦嘛。咁然之後去到旁邊啦，唔知點解真係有一個感覺令我好想望過去副駕，即係嗰架車嘅副駕位置。咁然之後我都係坐咗喺副駕嘅。咁咧我一望過去，我拎住部電話，我又冇影過去嘅，我完全仲係影緊前面條路。咁然之後我一望過去，係有一個好女人，佢長。咁白色好白嘅块面，跟住只眼好大咁样去啤住我。喺车里边系嘛？喺车入边喺副驾嗰个位。咩副驾话？即系司机位隔篱。司机副哦，司哦。系啦，跟住因为我都坐喺要隔篱嗰个位，咁啱啱我同佢平排嗰个位，佢一望过嚟，佢系啤住我，系好恶好恶嘅样。嗯。跟住我系即刻吓到，即刻唔敢拍片咯。嗯跟住，然之後，因為我男朋友就揸緊車，睇唔到啦。咁同埋後面我嗰個朋友咧，因為佢就咁好快都冇嚟嘅，咁就得我見到。咁我就知道，死啦，係咪瀨嘢？因為我平時唔係一個感應到呢啲嘢嘅人嚟嘅。咁我唔知係咪因為我時運低定點樣啦。咁同埋跟住途中啦，我揸車入去嗰時咧，我隻手真係唔知點解好離奇地其實損咗嘅。系啦，但我本身肯定系冇损嘅，我系突然之间 feel 到个手筋痛痛地，咁、我就望一望啦，就发觉系损咗，咁我就都唔理啦，我哋入去影相啦，咁影完出嚟咧，咁我就会好怀疑嗰架车点，咁同埋我讲咗呢件事俾佢哋两个听，咁然之后回程经过嗰架车嗰时咧，我哋就真系我男朋友咧就有望一望架车，我男朋友乜睇咩话？我男朋友咩都睇唔到嘅，咁然之后咧，我朋友咧就坐后面嘅，咁然之后咧，佢喺侧边嗰阵时咧都见唔到架车系有嘢，到佢拧转面喺车尾嗰个玻璃嗰度再望翻去嗰架车嗰度咧，佢就见到有个女人坐咗喺度，但佢就冇我见得咁清楚，佢就见到有个女人坐咗喺度，但系就见唔到佢样。喂，但系你条片仲有冇啊？有噶？有嘅。睇先，好你嚟啦。系啦。但是我应该佢应该未 send 到。有啦，已经有啦，已经有啦。有啦，有系啦，系啦，咁样咯。咁就其实第一架车唔关事嘅，去到远啲你会见到段片有个一点光咁样咧，跟住再驶近啲就系嗰架车咯。好嗱，我而家见到点光啦，再向前行啦，系咪？系啦。嗰架系车嚟噶嘛？点光嗰个系啦，系车嚟嘅。就系呢架车啊？系啦。啊，睇下先，灵师靠你啦。歪翻后少少，歪翻后少。好啦，好啦，我哋再 rewind 睇翻少少啊。远睇嘅时候咧，我系见到有一个大概30岁左右嘅女人咯。我唔知道你见到嗰个女人系几多岁到咯？系后生嘅，肯定系后生，因为30岁左右。我见到佢长头发，系好后生下，即皮肤上系白净嗰一种，但系佢只眼系好恶咁样啤住我嘅，我见到系。是很恶的，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拎着部电话拍紧前面的
路啦，咁可能打擾到佢定唔知點樣，但係佢就真係我一望佢，但同埋我本身係唔應該會想望過佢，因為我已經側邊係遇過一架車，咁佢第二架車其實我都冇乜必要望佢嘛。但係真係我去到隔離嗰陣時係有種感覺，係我好自然地望過去，我就見到咯。你見到嘅時候係咪啲頭髮咧係去到胸口位啊？差唔多佢因為佢嗰個玻璃窗啱啱好到到下，我唔知仲有冇，但係玻璃窗下面都，我玻璃窗嗰度都仲見到佢有頭髮，即係肯定長頭髮嚟嘅。哇！咁清楚。係啊，見到就似三十歲咗。我係都見到佢五官啊，其實係。係啊，大靚女嚟喎。係咩？我見我覺得幾靚女喎，眼真係好大，面尖尖咁樣咯，係哦，幾靚女啊！係啊係啊係啊，眼真係好大。嗯。哇，咁嗱，點解你會沿路又拍住嘅咧？其實你個動機係咩嘅最初？其實因為我咧係我哋平時會好少行一啲路嘛，咁其實因為我係比較蛇龜嗰啲人嚟嘅，咁然之後我就諗住其實係拍下個情況啊，就話好似去探險咁，咁然之後我咪拎嚟出嚟咪錄下咁樣，點不知我真係嗰一刻就真係嚇親嘅。嗱，正咯呢啲。系啦，跟住同埋同埋啲好奇怪嘅事嘅，就系、是我唔知关唔关事，定系心理作用啦。跟住到因为呢件事系琴日发生嘅，跟住今日咧，我就真系其实觉得个人系好唔舒服，同埋我膊头真系，我平时都有膊头痛，因为我本身跳开舞，咁膊头痛都唔出奇嘅。但系我就今日真系觉得个人好唔舒服，同埋膊头真系痛咗好多，同埋我系好多离奇嘅发生，即系我嘅喺车度冇话损咗手踭啦。跟住今朝食晏昼，我同我男朋友去食饭，跟住系。基本上附近是没有东西可以戒到我的手，但我的手是无啦啦，譬如我吃饭，然后我望一望就自己的手指爆晒血，是流了血，即是被东西戒亲的咯。哦，即是两笪，你说昨晚无端端的手指。是有两笪的了，但是 suppose 我晏昼是没有东西会戒到我的手，因为我是譬如我在吃饭，但我是手我一拧着，为什么我的手指红了，然后见到我的食指是戒了一下是流血。哎呀，你的指甲那么尖，你自己刮自己是吧？但是应该不是，因为其实我啲指甲咧系好钝嘅，其实系尖嘅，即系我就算凹痕咧都系唔会凹损，因为仲钝过自己本身嘅手指甲嘅，其实指甲好厚噶嘛，系好厚嘅，即系唔会戒到。但系我想问咧，反而如果我嗰架车咧，同你迎面啊嘛，系咪？系啊，迎面。系啊，咁你哋当时系见到司机位有冇人嘅？司机位我睇嗰阵时咧，司机位成架车都冇人，系得即系就咁一架吉车拍咗喺度嘅。是啦，同埋嗰架车系肯定冇人揸，因为佢真系铺晒成浸尘啦，跟住啲树叶系落晒个车头到车顶度。但又唔似、哦，我以为，因为我一路都以为系有。唔系嘅，因为我哋现场睇咧，佢系好多树叶喺车头，同埋有浸尘，同埋基本上咧，我哋回程咧，因为系影最车尾噶嘛，咁好睇。咁然之后咧，佢其实个车尾入边已经系蒙晒，即系我男朋友其实都睇唔到个车入边嘅。其实都总之一个汽车在度，即系汽字嘅车喺度啦，系嘛？唔知系啦，哦，咁样啊，系啊，所以我就唔知，即系我其实就有啲惊，因为我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我自己，因为我就觉得今日系真系有一个好唔同嘅感觉嘅。哇！咁你快啲可能要揾啲人去问下，或者你查下日脚可以系嘛？系咯，所以我就唔知道，即系我，因为我妈咪都同我讲话系清明节前前后后都危险，同埋可能我咁啱有时运低咁样。但因为我平时就唔系呢一啲人，即系我平时系冇乜呢啲感应嘅人嚟，即系又睇唔到，即系可能突然之间，可能你讲下我就会惊下，可能系呢一啲咯，但系就唔系真系感应到嗰啲人咯。吓、啊，睇完噶啦，冇噶啦，最精彩的部分睇唔到噶啦。是啊，这个只是呢恐怖在线每晚的精华片段而已。如果你想看到一个钟头免费节目的说话，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大概11点搭8个字，可以去到 admin.com。至于在 Facebook， 只要你 like 了我们的专业 Hotbase 都看到的。另外 WeChat 的火嘴网和 BigBigAir 的手机 App 都看到大概一个钟头的免费节目的。但如果你想看全集节目大概个半小时的说话，麻烦你参与我们的月费计划啦，而家声音嘅月费咧就系30蚊，而睇埋视像咧就系40蚊嘅。咁只要你成为我哋月费计划嘅会员咧，咁啊随时下载，随时睇晒所有节目啦。咁仲有，只要你加得10蚊，就可以用到我哋嘅 BigBigAir 嘅手机 app 咧，好方便。咁啊，随时喺个手机里边咧都睇到我哋嘅节目噶啦。咁所以唔使谂，即刻下载，即刻成为我哋嘅付费会员啦。